亲哥哥失踪，搁谁身上都不是小事儿。你说都那么久了，哎呀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怕你要变神经质了。不是你哥，你当然不着急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这次有重大发现，你看，这像什么？像不像鳄鱼？不可能吧？有这么大的鳄鱼？哎，你看是不是那礁石啊？ 事实摆在这儿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我要去这儿找我哥。你该不会以为这玩意儿把你哥吃了吧？你现在就立马去找专业人士过来给我们带队。别想一出是一出的，咱能不能好好？3天之内必须出发。 不好意思，那个堵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生物专家、探险专家袁凯先生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位是我助手岳灵。你好，你好。首先，我想知道这张图片的真实性。如果是 PS 的话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这是地质勘探部门发现的，绝对真实。他说是什么巨型怪兽，我还说这是礁石呢。哼哼，常坤先生。 这绝对不是礁石，你们不能凭个人主观意识来断定吧？这大千世界可什么都有啊！我呢，专不专家的不敢说，但我绝不会信口雌黄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关于我们协议的问题，你说那个价钱是绝对不可能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？好吧，那二位再考虑考虑。 你会不会谈事儿啊？三句话 yes 一个人，太敢开牙了吧？张嘴就要那个数。我不是怕咱们人当了冤大头吗？只要能找到我哥，
帮什么我都愿意。哎呀，多少钱我不管啊，三天之内我们一定要出发。哦，还有，这是我哥失踪的资料，一起交给他。哎呀！3个月前，我哥去东南亚的一个荒岛探险，结果离奇失踪。虽然当地官方进行了调查，但至今没有任何消息。我觉得我哥不会死，或许还在那个岛上等待救援，或许我们能在这个图片中找到答案。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。宝贝儿，别担心，有什么事老公都给你平了啊。这下好了，刚才一个浪打过来，俩箱子掉进去了，卫星电话信号枪，求救的家伙事全都没了。那怎么办？你们还能不能让人省点心了？还能怎么办？要不就回去？不可能，丢点东西至于吗？听见没，老板娘发话了，一切继续。看，是不是这个岛？没错，应该就是这个岛。太好了，赶紧的，登岛。收拾东西。我觉得我哥就在这丛林里边。好好好，一会儿陪你进去好不好？他肯定在里边。好，哥，哎，等我。好了，别玩了，准备开船了，等天后来接他们。
这是真没人啊。官方都有提示，这里属于不建议游玩区域。可惜我哥就喜欢来这种地方探险。这些大家都知道，还是赶紧说说你的计划吧啊。那老袁，你赶紧说说你计划呀。咱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，把岛上的环境熟悉一下，然后绑到天上了。看蝙蝠，啥玩意儿那么大？蝙蝠。那么大蝙蝠说出去谁信啊？没道理啊。哎，你刚刚为什么不射他？说不定我哥就是被他抓走的呢。哎，你这……你们两个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，是来解决问题的。如果都像刚刚那样躲着不吱声，接下来你们还能干什么？能不能专业点了？老板娘，我们很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不代表我们能够容忍你的任性和撒泼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就撒泼了？就算是我们把他抓住了，杀了他，又能怎么样？他会告诉你哥哥在哪儿吗？还是能够像我们一样理解你的心情，继而展现神迹，带你找到你哥哥？我们现在对这个岛一无所知，时下以及近期内，我觉得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。如果你觉得我们不够专业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终止协议。哎，不不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都到这里了，你现在说这话。先是出师不利，继而遭受这些，确定还要往里走吗？都到这儿了，总不能功亏一篑吧？我刚才差点当肥料，你忘了？越是危险，就越接近我哥失踪的真相，这是我们的线索。线索？这是线索吗？那么大个蝙蝠人就罢了，这花花草草都成精了，都该吃人了，这是线索呀？反正我不管，我们不能撤。我告诉你哈，平时怎样都行，
现在可不是你瞎折腾的时候啊！我怎么瞎折腾了我？听不听话？行了，你俩吵够了没有啊？那个植物学名叫捕虫草，因为对于养分的需求较高，所以进化了具有了捕食的能力。没工夫听你上课啊，说重点。食人草本就是个传说，没想到今天却亲身经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那个植物和蝙蝠不但体积增大了数，而且极具攻击性。如果这个岛上还有类似现象的话，撤退就是上上之策。不能撤，可能有危险，不代表一定有危险。我就不相信了，难不成还真蹦出来个恐龙啊？那恐龙可能是没有，那不还是有鳄鱼吗？哎呦，你倒是承认了，你原来不是说那是礁石吗？这事儿如果不查清楚的话，我们俩谁都别想好过。还有，船老大五天之后来接我们，就算现在想要撤退，我们也回不去啊。行，啊，还有你怎么说啊？到底能不能继续？这谁敢打保票？我又没来过。不过你老婆说的话确实有些道理。呦，哎，我觉得你俩当两口子挺合适哈。别嘚不嘚了，赶紧安营扎寨吧。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的呀。那边吧。还真研究上了，我可得提醒你，别忘了此行的重点是什么。不用你提醒，愚公愚私我都得看个清楚，说不定从中还能找出与你哥哥相关的线索。那今天怎么安排？以我们这个营地为中心展开搜索。那赶紧的，集合。不起来！大清早着什么急啊？再给你三分钟时间。哎呀，看，我们在这儿，这边是海，这边是丛林深处，我建议先从外围切入。我没意见，出发。在不在这儿还不一定呢，这一点我赞同，对不对？你俩一个是我老公，一个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，齐心协力没有看见，整天在那边泼冷水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就是论事而已。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哎呦，肩膀疼。别扯些没用的，要是再没有收获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
谁的船？妈的，别是来截胡的吧！把它藏起来，不管是敌是友，没有船，他也只能在这儿等死。抓紧时间找到宝藏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？ 年代了，还有野人呢！哦，你说谁野人呢？你们是谁？来干嘛？找人。找人？找谁？他哥哥。那你们有没有船？赶紧带我走！不是，等等等等，你又是干嘛的呀？到底能不能走？能能。那你们都在这里等着我。哎呦，什么来路啊？不会有食人族吧？不可能。 怎么不可能啊？就刚才，啊，可别说螳臂当车不自量力，那他没见识，我的妈，那哪是螳螂啊，那就是辆车呀！咱们赶紧回吧，赶紧的，报案去。有你们这么做事的吗？啊，亏我还花那么多钱请你们。我说老板娘，别张口闭口的钱，现在这个事情跟钱有关系吗？ 再出个什么意外，到时候怎么交代呀？谁给我个交代了啊？我哥是死是活，到现在都不知道。谁给我交代了？你一说你就急，还能不能好好聊一聊啊？怎么聊？还能怎么聊？啊？你们一个一个的都自私自利，你们爱走不走，我自己去找，不求你们。站住！ 快过来看呐！韩王爷，恐龙，净瞎扯！你对小鬼儿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要留心的是另一拨人，游山玩水的咱不管。要是同道中，就得先下手为强。走！哎，明哥。 哥，我多句嘴啊！你说有宝藏，我肯定是相信你的。这小半年，咱们去的荒岛没有十个也有八个，你给交个底儿，他的有没有？怎么，怕了？怕倒谈不上，就是心里没底。还有老四，你让他去大头镇，到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。 南丽姐，宝藏板上钉钉的有，但是具体在哪座岛上，就不知道了。总要找到一天。走。
这不是撒泼猴娘家，最好别到处乱跑。不用担心，女人越是这个时候就越不会抛怨凄凉而已。看来你也是饱经沧桑啊。彼此彼此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你说咱这算不算海天盛宴呢？啊，哎呦，你哪儿弄的？嗯，没事，你招惹他干嘛？是他招惹他的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。来，烤上。看什么看啊，是他要吃了我的。你再这样瞎胡闹下去，我看你早晚被吃掉。我哥的，刚才捡到的，我怎么就胡闹了？还有你，赶紧拿套专业的方案出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的每个方案都很专业，只是这些方案都不是用来打怪兽的。哎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可是花了钱的。哎，那该怎样？刚才救你一命，多少钱？你，老板娘，其实我一直都想说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你哥哥的生存几率基本没。之所以陪你前来，纯粹是想帮你了却一桩心事。对于你哥哥的遭遇，我深感惋惜。对你们的兄妹之情，我也是感同身受。可我们都要面对这个事实。还有刚才，如果不是月灵及时赶到，怕是你早已经喂了鳄鱼了吧？如果再碰到类似情况，谁能保证你全身而退？目前我们的危险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估。还是要交给官方来处理。对对对，你说咱们几个身单力薄的，还得指望他们啊？可是他们之前搜寻没有结果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找你们来呀。不能那么说，之前好几个搜救队来找了三四天，那确实没找到啊。除此之外，那份搜寻结案报告中没有任何关于巨兽的信息。你的意思是？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有巨兽出现。我也纳闷，怎么就偏偏让我们碰上了？所以现在我们要赶紧跟他们说清楚，不然咱们几个都得撂在这儿。打明天起哪儿也不去，固守待援，等程老大回来。我没意见。什么时候能走？哦，还得两三天吧。嗯，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男的，身高一米八左右，留着胡子？嗯，美女。你这身行头挺有个性的，不过我还有几套换洗的衣服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在哪儿？就在帐篷里，走，跟我去拿。我去，真有！
回来看看，这家发达了。走啊！这是咱俩找到的宝藏，为什么告诉第三个人？你是说？明白就好，这原本就是无主之财，谁找到就是谁的。那明哥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对付咱俩？就算全给了他，你就保证他不对付咱俩？小子，做个标记，回头咱俩单独来。那地儿还啥也没有啊？不可能，会不会真的被截胡了？剩下的地方再有两三天就能探测完，还是找不到的话，只能撤了。先放一放，明天先找人确认一下，除了我们，还有谁？弄清楚了，这女的叫泽西，跟同事一起搞什么计划，结果传触礁，流落至此。那她同事呢？有多少人？他们在搞什么计划？就两人，另一个人失踪了，估计沉落到海底去了。至于什么计划嘛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挺合身的嘛，大美女啊。谢谢美女。这个地方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吗？两年前听说这岛上有巨兽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那到底有没有？有没有你们不是都见过了吗？今天那个螳螂怎么看你就跑了？你会驯兽啊？要是有那能耐啊，我还被困在这岛上当野人。我手里拿着藤条啊，螳螂以为是铁线虫，所以就被吓跑了呗。这是知识，对动物的习性啊要有了解。嗯，填充啥玩意儿？螳螂最怕的东西。哦，用藤条冒充铁线虫，继而吓跑巨型螳螂。姑娘肯定不是一般人。有什么一般不一般的？我啊，奉劝各位，还是尽快离开的好。
有一种植物叫做婆罗花，它就能改变细胞分裂周期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婆罗花的话，我们将创造奇迹。顾总，也就是说，哎，那条鳄鱼呢？就你杀的那条。嗯，鳄鱼还在那儿呢。再去帮我拿一些肉来，我要做进一步分析。这深更半夜的，这快去快去快去！完全可以确定了，这条鳄鱼有多大？估计就跟我这么长吧。从它的细胞组织来看，它其实只有一两个月大，也就是说，它原本应该也就是这么大。你是说它就是个小崽子？确实如此。如果它是条成年鳄鱼的话，你们两个谁干掉谁还不一定呢。你说的这也太邪乎了。一两个巨根你也说不清楚。如果我们真能破解这其中的奥秘，那将会成为震惊世界的发现。明天一定要找到婆罗花。这一趟咱们绝对不能白来。好。哎，等等，别让他们发现。按你说的，是不是把那个什么成分提取出来，再做成个口服液、胶囊什么的，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啊？嗯，你可以这么构想吧。那咱可就富可敌国了。狭隘，除了钱，还可以留名青史。对对对，名利双收，双收。不奇怪，不是阿哥，你忘了刚才那回骨寒了？那么大个，我是担心呐。你担心个屁呀！这岛上估计除了咱们也没别人了，要不然早该遇上了。哎呦，怪他命老爷啊，别再把命撂在这儿。把剩下的地方抓紧再翻一遍，两天后撤退，激烈点儿。走啊！
哇！春光无限好啊！我是大富翁，来个 vlog。哎，看到我手里的这些植物了吗？我将用它们创造一个奇迹。对，就是这些花花草草，他们将揭秘一个我们未知的领域。就知道你们不信，奇迹总是诞生在冷嘲热讽。我会让你通通闭嘴。找人需要用到这些？我真是他们请来找人的，只是偶然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顺便研究一下。我看啊，你是三分找人，七分寻物吧。既然你知道这里有不寻常的东西，那咱就明人不说暗话。这两年呢，我也收集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，不管是携手合作还是等价交换，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，你说呢？哼，我这手里可没多少东西，只怕到时候会占了姑娘的便宜。只要把事情办成了，谁占谁点便宜不重要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俩这几个意思？月灵呢？不是让你给支走了吗？天都这么晚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敬业了？你说你见天猫着帐篷里，你还真想探寻这大自然的奥秘啊？我倒是想，可望不可及啊。那你先整点可及的，你赶紧找找月灵干嘛去了？这都这么黑了。那行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哎，那你的人你要去你自己去。哎，你这么说话可就没意思了，亏他还救你老婆一命。好，走着，不管找没找到。半个小时后都要在这里集合，你在这看着吧。走，走。月灵，月灵。哎，不，反光那什么玩意儿？你看，好像是一个手机耶。手机？我还以为是怪兽呢。我们不是，这儿还真有。哪儿啊？赶走啊！赶走！不是，干嘛？你自己看看。
灵的，还看不明白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说这儿绝对安全，方圆几公里没有大型动物活动踪迹，可结果呢？就在咱们营地旁边，你的人被巨兽吃了。这里相对就是最安全的，那些生物都有各自的领地，他们不会乱跑。没时间听你讲学术啊，事实在这摆着呢。他说的没有错，这里的确是相对安全一点啊。你在这待了这么久，到底了解多少？那些巨兽哪来的？这我哪知道呀、啊？这见天的保命都来不及了，哪有心思管那些呀、啊？还有，月灵说的那些植物，到底有什么神秘的？是不是就是你摆弄的这些？他说要创造一个奇迹，到底是什么？没什么，还藏着掖着呢。我跟你说，这出人命！我哥都还没找到，现在又没了一个，你到时候怎么交代啊？你要是不说，我们可不替你背锅。好吧。人类细胞在分解56次后，因自产毒素而消亡，基本可以确定，这就是导致人类衰老和死亡的原因。这一理论被称之为海弗利克极限。有一种叫做婆罗花的植物，它含有的特殊成分能够增加细胞分裂次数，继而突破海弗利克极限。这将意味着什么？人类具有无限生命的可能。这种植物它就含有特殊成分，或许它就是婆罗花，这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，而且很有可能它将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生命和健康。只是还有一个重点我还没有搞明白。拿来。快！千万别动，黑咕隆咚的，咱们跑不过他。好在还有火，他应该不……一时半会儿还行，咱们能躲过这一劫，可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快走，行吗？慢点，慢点。
你研究的是植物，我恰好主攻的是动物，回去之后好好聊聊。回去我就得闭关修炼，而且我这里还有一大堆东西要补。怎么了？你们先走。干嘛呀？干嘛呢？我记事本丢了。至于吗？你不怕再遇到巨兽啊？那个记事本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命更重要。快走。预备。船呢？咱们船呢？船都能丢？你们几个在这养老吧？你们找啊，赶紧找啊！天无绝人之路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全扯淡。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这才是真理啊。哎呀，祈祷吧，希望船老大还记得咱们，要不然只能在这等死了。不行，不能带着傻做了，先回去。走走。是老四，胳膊上有纹身，错不了。咱们都以为他跑了，没想到在这儿挂了。真有人截胡啊，还是个心狠手辣的局。哎，四周都捣鼓了，没有宝藏。我发现一个营地。营地啊，就在那边。走。哎，到头来还是无功而返。哎呀，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哎，你收获倒不小啊，你弄那个什么立刻极限这那的，要真弄出来，这世界首富都赶不上你有钱啊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只是知道了这么个奥秘而已。那些巨兽呢，跟这有关系吗？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，我发现细胞的分裂周期次数被突破以后，他们就会无限的繁衍下去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无限生命或者是超级变异这两种极端。至于怎么去控制良性的循环，这个目前还不得而知。就比如麻黄碱，它可以制作成害人的毒品，也可以制作成救命的药品。或许这就是婆罗花的奥秘所在，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所在。你也别费脑子了，这大自然的奥秘被咱们这种所谓的高级动物窥探个七七八八，结果呢，资源枯竭，全球变暖，冰川消融。如果你再来个什么无限生命，我跟你说，到头来人类会更惨。袭击逃命去了，会不会是加入的人？很有可能。你们俩去那边看看。好，走。
8月6日，今天在食人草的细胞中发现了变异现象。我认为这不是单一现象，巨兽的异常现象应该与此有关。8月7日，22:15:38，确定一个重要发现，类似于婆罗花的植物成分引起了不确定物种群及区域性的变异。8月8日，今天是创造奇迹的第一天，因为我找到了类似婆罗花的植物，成功提取了能够突破海弗利克极限的成分。我有自信以此来改变人类的生命周期，让希望长生不老的人能够梦想成真。截胡的，是来搞研究的。林呢？被那个家伙给吃了，跑了，而且肯定跑不远。咱们赶紧追，追他们干嘛？我们手上有宝贝啊，宝藏。宝藏，但也差不多，赶紧走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能不能先把我老婆放了？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们是来旅游的。说，到底干嘛来的？啊，这位大哥，我们真是来旅游的，顺便做个小调查。那边营地是你们的吧？啊，是。那巨蜥也是被你们干掉的？可以啊，兄弟们，运气好而已，纯属运气好。啊，那这个也是你们的？啊，对对，啊是是，我的我的，谢谢啊。大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没钱，也不认识你们，不知哪里得罪几位大哥了。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什么是海弗利克极限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是科研人员，你们可别乱来。在这儿等，我们乱来了怎么样？啊？不是，咱刚不说好了吗？有话好好说。你们要找的就是这个？对对，就是来找这个的。这全是他的，他说这里面的成分能让人长生不老，别的我们都不知道。大哥，你想要你拿走就行。是这样吗？那这些玩意儿还有什么资料？我劝你别打他的主意，万事都有两面性。他也一样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有多复杂？下一个了，就是仙丹灵药，否则就是超级病菌。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，把他们绑起来，滚！滚！滚！林阳，那个，那警察怎么办？跟咱们又不是一路人。我们找的是真金白银，可人家找的是软黄金。就这些玩意儿，它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们要找的宝藏。有那么值钱？不管它制造出的是灵丹妙药，还是超级病菌，价值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。把他们带回去。配合的话就带回去，不配合，明天丢海里喂鲨鱼。好。
压根儿就没睡。哎，他睡着了，我们想办法逃走吧。绑得跟粽子一样，怎么跑？那也得想办法呀，等死啊！几位早啊！昨晚我是彻夜未眠，通宵拜读你的大作。你写的这些我也略知一二，不得不承认，你是个天才，佩服。有话请直说。从你的笔记中，我除了看到学术，我还看到了你的野心。别紧张，我最喜欢就是这一点。有些事儿吧，没点胆量和野心还真干不成。你是想，对，和我联手啊，把这玩意儿弄出来，不管是药还是毒，弄出来就行，事成了亏不了你。那我得想想。可以呀，我从不强迫人。你看那边就是海，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都得就会杀鱼。带走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饶命啊！大哥，咱也轻点，听我老婆。是你老婆啊？是。大哥，你废什么话？救命啊！快走，走，走。多慢点。走。鳄鱼！不动，司令，不行！巨兽有数的爬，爬树有用吗？你还说蜥蜴怕火呀？我媳妇呢？哎，刚才跑散了。哎，别走，我媳妇呢？快点住！哎，爷爷，老三，爷爷你在哪儿？林子，你拉我一把！你现在想到我？你们抢到宝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我啊？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他妈装蒜！黑风狮子金条从哪儿来的？你们想独吞？世界上这被子都赔了，你敢说呀？救命啊！大哥，大哥，朱熹，媳妇儿你在哪儿啊？朱熹，宝贝。
完了完了，他们都挂了。别管是晚了还是完了，现在也不是逞英雄的时候，快走。幸亏没爬树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你说话我再也不信。这怪我吗？你挑大的呀，找小树爬你不找死吗？哎，大哥，别冲动，冲动！你是跟着我走，还是留下来喂鳄鱼？你选一点啊！都跟你说过了，那玩意儿不能碰。自然界万物自有规律，任何有备之行径都是自取灭亡，而且植物样本绝不可流落出去。妈的，这是我心里的事儿！大哥，大哥，饶命！大。短短数天的经历有如一场梦境，令人刻骨铭心。当我们把巨鳄尸体交给当局后，集合了各种专业的庞大的搜救团队快速进驻荒岛。我相信哥哥的失踪之谜即将解开。